也蛮好看的。很好看的。对啊。刚好遮小腹。冲浪。好赞哦！那怎么好？平口的，看起来比较卡哇伊。哦，你穿平口也可以耶。可以哦。对啊，因为你没有平口的。什么状况？根本看不到耶，而且好吵哦。那我们的企划今天是什么啊？我们今天要去海边跑步，晒太阳。他这是怎样？然后我们看看，说不定我刚刚看九点好像是好天气。希望。哇，在也太大了。起了这么早，五点起床，想说早上呢来海边可以跑个步运动一下。来海边睡觉了。对。现在只能来海边睡觉了。嗯。好无助哦。你好。哇，那我要坐这边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就是坐这里。相反的，没有，你是你说里面啊，你是从那边走进来哦。这家越南小吃呢，是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就是在这边认识。那个时候我跟欧文在那边吃饭，那时候还戴眼镜，然后头发很短，然后连一点卷度都没有。对，他说挫挫的，然后是我那时候挫挫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找他们来拍影片当来宾。然后他就穿，刚刚就穿那个水手服，从门口走进，而且这个女的，哎呦，卡哇伊耶，还不错，腿细细的这样，就这样认识。所以今天又来吃这个，我们其实有时候来头城都会来吃一个，蛮好吃。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下这个故事，浪漫啊，很浪漫，所以大家可以来吃越南小吃，越南小吃。糖糖现在在挑比基尼，这家是木椅，就是我们冲浪啊、潜水啊，现在在台湾非常红，然后也红到整个东南亚，像香港的朋友啊，他们都有买。相信如果大家有玩水，应该都会知道他们，因为他们比基尼厉害就是在啊。虽然我不是女生，但是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你们看他的做钉的啊，就是如果你在冲浪啊或是什么的，你不会被海浪打掉，就是他们的这种后面的这种都比较稳，都不会被冲掉，应该是这样讲。所以后来就是很多玩水的人都超爱他们的比基尼。然后糖糖等一下会试几套，也蛮好看的，对啊，刚好遮小腹，哦，怕掉是不是？喜欢吗？这件，这新的，就是比较另一个版型，然后比较，哦，可以啊，这也不错，我看，哦，喜欢这颜色吗？很特别啊。还有个小花花的，那花花蛮可爱的，很韩系耶。这跟我衬衫好像，我有一件这种超花衬衫。好赞哦！平口的，看起来比较卡哇伊。为什么？你穿平口也可以耶。可以哦。对啊，因为你没有平口的。刚刚好，刚刚看一下。然后它这个是二大背弓，你现在是最紧的。哦。所以如果你有觉得平常想要穿舒服一点，就可以稍微放松。哦。那我拿XS给你穿穿看。糖糖已经挑了两个小时了。就它自己本身就是。两个小时过去了。对。
怎样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是不是在拍我？没有啊，提醒你两个小时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有这么久吗？对啊，我要冲浪了。开心啊。我看你现在都穿他们家的，很舒服啊。什么脸？哎，为什么开不了？我加点，赶快冲一个小时。好，现在是两点。现在是我的时间。半了。对啊。时间过好快哦。冲到四点。嗯，我们从五点就起来了耶。对。然后下大雨，在车上睡了两个小时，做梦，我都梦到浪超好，很渴望哎。然后一睡醒，哎，啊，怎么浪这么这样？然后我又睡，然后又梦，然后一睡着就做梦，然后梦又超好，哇哇哇哇这样子，我都要起浪了起浪，然后一起抬头看，哎，没有浪啊，就这样到十点。好啦，我加减完，终于换我的时间啦。嗯，没错，哎，我们没有跑步了耶。没有啦。哎，我发现我左右不分。你可以把我背过去吗？为什么？哦，我觉得这个皮革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赶快了，赶快了。好嘞，我先上来。嘿，等一下。好 man 哦，威毅。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踩到了。嗯。哦，你看这个水花。哎，你看那个是鸭子吗？对。它怎么可以照这么高的地方？对啊，怎么鸭子在照？鸭子会飞吗？真的是鸭子？哎，鸭子会飞耶！废话。啊，你以为鸭子只会在水里呱呱呱、哦？是哦，那你要从这边下去吗？没有，我从那里。哦，好。OK。OK。好。Let's go。这支影片就这样啦。好，拜拜。没有你冲浪的影片。有啊。有。有。好。好。
遇到不错啊。对啊，很满意的样子。可以啊，所以上岸了。开心了。可以帮你拿了。好。那我做结尾了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哎，是海上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支影片海上见，拜拜。